第六日的行程咧，就去了多物力饼店。听讲呢间网红饼店咧，周六日咧排超长嘅队。咁我哋就拣咗中环呢间分店。还好我的腮红还有，是的，好看。去买蛋糕之前，一于就上山去饮个啫汁先啦。头发好好看。呢間姐汁店咧係我香港嘅朋友推薦俾我嘅，但係冇諗到原來佢嘅地理位置係喺半山腰上面啊，所以行一條大斜坡，行落身水身汗先可以飲到呢家姐汁啊！嗰啲道就好有香港嘅感覺。天啊！好攰啊！爬上嚟，一直就喺，哇！一直喺下山下爬到上嚟。呢啲全部都係半山腰咁嘅麵包店。到啦，到啦！水蔗粥料真離工啊！唉，我專門跑出去啫，去粥蔗水，咁多每杯咁多冇知。我哋要支裝咯，不如。好好啊。你要淨係蔗汁定係要茅根？唔得，茅根，茅根粥仔同粥仔汁，呢個有茅根，冇茅根啊。茅根係一樣嘢嚟嘅。係啊。茶啦，如果你覺得肥啲，就當佢涼茶啦。即係佢係落咗粥仔落去煲嘅。原粒粥仔咁樣咯。但係淨係。爐嗰啲咁樣㗎，咁佢有冇？咁佢有冇馬蹄？馬蹄。冇啊，但係粥蔗水嗰只係壓出炸出嚟，壓出嚟嘅。咁要蔗水咯。嗰啲放咗層蔗茅根嘅。唔係，一支蔗汁，一支蒜蓉湯啦。好啊。我哋有五仔，有。可唔可以有冇飲啊？好啲飲啊！就係呢只味，十年冇飲過呢只味啊！好甜啊！我哋要碌落去啦，碌落去咯，我哋爬咯，趌咗上嚟。慢慢，有排真係碌落去啦，而家。排隊啦，又唔知有冇呢一個咧？好似要咁樣排隊過嚟行。有芒果，哦，佢有寫芒果甜筒就係芒果海綿蛋糕、檸檬米布甜慕斯、珍珠朱古力、焦糖奶茶。椰子熱情果我咪係好中意，佛手柑，個大嘅，特大一 pack 嗰啲，佢坐喺呢邊嘅話就收百分之一。即加一嘅服務費，然後菜單都有啲唔同嘅，叉燒牛角包。
我都係想要啊，好糾結啊！就係想要個佛手八爪又多啲。巧克力嚟嘅上邊，啊，咁你巧克力，嗯，咁喺邊？嗯，好可愛，應該係咖啡動物，如果係用咖啡嘅話，嗯，這個點樣食？放低佢。雖然吃得有些災難，不過味道真的很不錯喎。它上面那層白色就是白巧克力，中間那層就是白雀茶慕斯層，然後最裡面那層黃色就是佛手金果醬層啦。三文魚 croissant 呢就沒什麼特別，所以呢就沒有再出鏡啦。最後視頻結尾送給大家我們自創的手指舞，喜歡這條視頻的朋友記得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喎，多謝大家，下期再見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，我尝了你嘴角唇的薄荷味道，是甜甜的情来的这么确定，因为你每个害羞